都以各自为政，难怪进攻防守都乱七八糟。所以说，瓜哥今天晚上以身作则，抓下了进攻的篮板球，放进了两分。来看看画面右边的大苹果能量表飙到了最高。但是记住一下，探照灯底下的阿玛斯多德迈尔，马上呢让能量表爆跌。下半场呢，换边再来，又是阿玛，一起骂你逗你，完全没有在防守 Chris Paul。快艇队在禁区狂拿了38分，而且接下来这个挡拆的配合 ，Chris Paul 又找到了 Blake Griffin 奋爆你的能量表。最后，洛城军就以93-80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可惜保罗船长拉伤了大腿筋，目前暂时是被球队放进了每日伤兵名单里头。而有。